国论坛上出现了一篇指责 BLACKPINK 演唱会的影片，引起许多网友们的共鸣。根据该名网友的说法，在 BLACKPINK 近期举行的世界巡回演唱会中，可以发现成员们的舞蹈实力明显下降，在舞台上忘记动作或跳错舞步，已经是家常便饭。感觉只有 Lisa 一个人在认真跳舞，其他成员好像都只是做做样子。就连包容度很高的海外粉丝看到后也觉得非常失望。而该篇文章一出，网友们也深有同感的表示，这两年他们到底怎么啦？感觉已经没有想要当偶像了呢。看完影片后，只觉得他们严重缺乏练习，希望他们能够努力一点，不要再让喜爱他们的粉丝失望了。